宝贝宝贝怎么又看上手机了？你看看手机多了眼睛疼，来拿来给妈妈，来给妈妈，不能老看手机知道吗？看手机看多了眼睛疼。来，我们呀今天来学习吧，学习好是不是？你看上边有这个颜色，我来说你来指好不好？咱来学哪个？我来说哪个，你来给我手指出来哪个，学这个吗？那我问你，粉笔在哪里？粉笔哪个是粉笔？粉笔就是黑板上老师写字那个粉笔在哪里？对，是这个，对不对？那书包呢？你上学每天背的书包在哪里？对，那黑板呢？就是老师写字的黑板。对，真棒。蜡笔在哪里，宝贝？蜡笔。对，尺子呢？铅笔。圆规，圆规就是画的上边画圆形的那个转的那个东西叫圆规。对，放大镜呢？对，真棒。还有橡皮，哇，这么快就猜中了，真棒。下一面是什么呀？还有下一面，我来说你来猜哈。小丑鱼，小丑鱼。海龟，海龟是哪个的哪个呀？对，章鱼，章鱼，章鱼是哪个？贝壳。鲨鱼。这是海象。鲨鱼。对对对对，真棒。